在这个周六美好的午后一起齐聚在这边来参加我们VR 所主办的百年七艺施家传承大七的还原画展。那大家在现场有没有特别有感受到一种那种跨越时空的这种对话的这种历史感？对于爷爷非常的感佩他，现在今年已经102岁了。那他一样每天早上起床，就他就会进到他的工作室里面去画上，有时候还画好几个小时的画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对我们所谓的这些儿孙辈来说，我觉得让我最感动的地方，就是看到他对这个七工艺的这个坚持，那把七艺融入他的生活，其实这已经是他生活当中的一部分了。那所以它是源自于中国这样子的传统的技术，然后去近距离的感受到它的一个触，它的质感，它的一个意境。